块挖吧。为什么要咱一块挖？因为现在没有人给我挖。为什么没有人给你挖？他们都没在家。为什么他们都没在家？我也不知道。为什么你不知道？你咋那天为什么不给你挖了？为什么不给我挖了？为什么不能问为什么？那姐咋还没来咧？不知道。哎，姐，你咋那么慢？俺都等你好久了。为什么要等我？啊？咱不是说好了吗？去买东西了。为什么要买东西啊？不是你放的吗？小卖部刚出了一个新款盲盒。为什么要出新款盲盒？这不是嘞，因为啥？啥为啥呀？新的盲盒好玩，旧的不好玩。为什么新的好玩？为什么旧的不好玩？哎呀，欢欢，你咋那多为什么呀？就是。为什么我不能有那么多为什么呀？为什么那么多为什么呀？哎呀，我受不了了。为什么你受不了了？哎呀，你太啰嗦了。为什么我太啰嗦了？哎呀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呀？不跟他玩了。哎，怕啥？姐，你看看你，为什么看看我？他为什么做？他为什么要生气啊？哎，小七，你姐他有点不正常啊。我也感觉到了，他今天问题好多呀。他给个十万个为什么呀？对呀，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。你俩为什么要说悄悄话？为什么不要我听见你们说的话？哎呀，小姐，咱走吧，咱找五爸爸妈妈去吧。乖，走。为什么要走？为什么不跟我说话？为什么你们俩一块儿？五爸爸，五爸爸。恁俩过来有啥事吗？事情是这样的，俺姐今天很反常。对，一直问为什么，为什么？没错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哦，那我看一下啊，会议指定。咋还不回来、啊？欢欢，你要的东西给你买回来了。哇，好漂亮的手掌贴纸啊！妈，你咋给我买那些？这不是手掌贴纸啊！妈，我不是让你给我买手掌贴纸的吗？没啥手掌贴纸，没啥用。我给你买了本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。你咋破不算啊？是咱俩说好的，这次我考试考得好，你给我买手掌贴纸的，我就要手掌贴纸，不要为什么。你啃你这小闺女！哎，不要，不要算了。是你自己不尊重咱俩承诺，我就要手掌贴纸，我不要这本什么十万个为什么。我是苏静玲，你既然不喜欢我，还敢扔我？我就是不喜欢你，我就要扔你。行了，我现在就要给你一个惩罚。啊？为什么？这就是你抛弃我的下场，以后你只能说为什么，一直体会你。苏静玲使了十万个为什么魔法，那现在怎么办呀？可是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呀。啊，那意思就是俺姐以后说话之前都要问为什么？那谎完这样也太吓人了吧！我真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？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请小伙伴们点爱心魔法来帮助欢欢了。啊，这得点多少啊？应该需要很多很多。小伙伴们，赶紧帮我们点点爱心魔法吧！点点爱心魔法。